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山东烟台的孙宁，我现在在 Huron 大二读 BMOS Finance 专业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中国江苏苏州的钱一诺，我当时是在苏州上的本地的一所国际高中，然后因为机缘巧合来到了 Huron。 我本来以为我到 Huron 会非常的孤独，因为这是一个陌生的国家，但是呢，其实我感受到了来自学校学长学姐还有学校老师的关爱。比如刚开始我到 Huron 第一天，就有老师还有学长学姐来机场接我，然后带我回到 Huron 安顿下来。然后接下来的一周呢，又有关于国际生的新生周，然后我们一起去超市购买生活用品，一起去银行办卡，一起去办手机卡，然后让我尽快的可以在加拿大安顿下来。然后学校之后还有一些像写作服务，还有职业规划，然后让我可以跟学校的指导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，然后对我学习也会有很大的帮助。我选择 Huron 的原因是因为我特别喜欢 Huron 的小班教学。 Huron 的小班教学是区别于其他一博大学的一种特殊的教学方式，在这里你可以与教授有更多机会交流，与教授进行探讨，教授会对每个人进行个性化的支持和服务，然后教授会根据你的情况为你的学业跟职业进行帮助。我非常非常激动大家要来到 Huron at Western， 欢迎大家。